烧不掉吧？你跟你这边烧的话，你烧会用他家、啊，可以不要烧我家吗？整个伺服器就那个了。不是有岩浆流出来吗？不会啦，没有没有岩浆吧？没有岩浆啦。你去外面看那个森林大火哪来喷岩浆啊？没有吧？有啊，你要在下面放水。地太热啊，地太热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水瓶到哪里去了，到时候再开把它打开看一看。这是在干嘛的？我看到好多看不懂的东西，好多看不懂。为什么他做个东西那么麻烦？什么东西？做他做吃的好麻烦。不会的、啊，只是你要花时间去了解。不会的、啊，你真嘛？小 M，、如果你觉得这就麻烦的话，他还有更难的模组哎、欸。因为他好多东西哦。我现在正在做还有更难的，还有更难的模组哎、欸。什么模组？有一个更难模组，它有那个季节，你知道吗？那东西放久它还会腐烂。真是太像那个 T B B I 啊，对啊，那个超难的、啊，超难的。对啊，有机会再来玩啊！有机会再来玩啊，像是老鼻走到半路，他的脚就腐烂掉了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啊，然后你就看到地上有绿绿的，不是绿绿的，紫紫的，你踩上去踩久一点，就开始透血了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惜哦！然后就会长出一只老鼻来打你啊！哎呦，还 OK？ 奶油怎么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不用。有怎么做挤啊？有没有用你的双手，然后往下一戳挤啊？有人在问说有没有蓝法、哦？我觉得你不要一直问同一个问题啊。有没有蓝法？没有啊，老皮没有蓝法的，我一样是黑法，因为我头发都剪很短啊，我要怎么蓝法？其实我很想蓝法，可是我头发长太快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你看，在两三个月，然后你就发现我花了好多钱染的头发都没有。你要跟他说你有染发，应该不是啦，应该说你染了头发之后，你发现染一染，哎、欸，头发长出来之后，对不对？就是。然后它下面就会变一个渐层，然后就是，哎、欸，你要再去染，它又变一个渐层啊。然后过了三个礼拜之后，你就变麦当劳叔叔了，懂不懂？麦当劳叔叔什么事啊？哦、不是麦当劳叔叔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彩色头发，然后小丑啦，变小丑啦。我知。妹妹是不是？所以就是想说避免这种情形。他说：“哇，你看爸爸，你看爸爸路边有小丑哎。”然后说：“哎，不要看这个人怪怪的。”什么鬼东西？是不是啊？就是这样子哦，避免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染发。哎呦哎，真的有你有我要奶。其实我有染发，对我染黑色，我挤过了，你还可以挤吗？那有奶啊，奶无限多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奶了？老皮平头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我不是平头啦，老皮没有染，老皮没有剪平头了。有啊，有奶有奶。老皮是黑直肠。怎麼你啊、老皮，你用落剑吗？黑直肠。老皮有用落剑吗？老皮没有戴眼镜。打。我来看这个有没有使用落剑。我们请这位先生现身说法。先生不要走。先生不要打我。先生。先生，我只是想采访你，是不是？剑落。哦，我知道。剑就落下来了，好吧？落剑。有什么可以？好，落剑。我干嘛？对啊，变 open 奖。open 奖。有蓝莓吗？我需要中蓝莓。我还有蓝莓。简称 open 奖。用光了。我觉得你蛮酷的。你把我蓝莓用光了。我说我的啦，我自己的啦，我没得中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农田场，也太……这个蜂蜜可以给我吗？对，这是内农田。这是空的、欸，只有一个是满的、欸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拿空的，这个可以做。那空的可以干嘛？它可以把它分解成浆果，浆果可以做蜡烛。我要拿去修浆果。浆果，哎、欸，我蓝莓怎么都不见了？谁偷了我的蓝莓？我没有拿。哪里？没有蓝莓？我有很多蓝莓、啊。我没有拿，应该是黑咖啡拿的吧？没有，这个没有拿蓝莓。咖啡没有拿，谁拿的啦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我把葡萄记成蓝莓。你可不可以不自己吃掉？记错了吧？我去外面找，说不定还比较快、欸。一定是你吃掉。挖完之后，我们再就盖一个那个比较酷炫的东西。有网友偷偷问你说：“小安正吗？”正啊，他超正的、啊。小安超正的，跟小安正一样啊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他长他小安长蛮可爱的啊。你们这样子，我该怎么？小安是只是他唯一就是目前现在遇到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不要再讲那个头发了。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叭叭叭啦叭。这样也绕着回来。我现在头发有比较长。啊，是啊、哦，那你可以拍给网友看啊。要。你知道你那天不是史莱姆的那个吗？对啊。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说哔哩吧。怎么怎样？没事。哎、欸，我那个拍照那一瞬间超丑。啊？
我拍到那一瞬间超丑的，超丑。我要砍树了。那时候头发乱七八糟的啊，我就随便夹。怕我砍树，我家不见了而已。我怕我家也会不见了。你不要害我回想到那个画面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奶一直不见啊？你的奶。我的牛奶一直不见，我明明有装到啊，为什么不见了？我家电脑超那个、啊，有一点哦，刚刚有一点，啊、现在不会。倒太多水。有一个叫做林俊成的男生说，老皮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为什么？一个男生会问我喜欢的类型的女生是长得什么样子？他可能是用他哥哥，或是他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，我觉得有可能，这肯定是盗账号啦。还有什么？我把 FB 跟你，而且他的名字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好笑。豆浆。哦、oh, ，我刚才想过这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觉得很好笑这个名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做那个啾啾，不是，这个要能够，我这玩，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喻。那福州为什么买不见？因为有一个朋友，有人不那个心照不宣啊？到底在笑什么、啊？你说林俊成哦、喔？哎呀，林俊成，到底有什么梗？我不懂，不懂没关系，不懂没关系，好吧？出来说什么？你不要揪我的玩。装甲学校里面有一名下士的故事了。到底怎么啦？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啊？没有，没事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没有啦，那个没有那个林俊成，哎、欸，你同学是不是？这个陈欧玉元说，你为什么要陈欧玉元？陈欧，这名字也太酷了吧！是你是姓他是哦陈耳啊，陈耳玉元啊，我眼皮啊妹，陈吉思汗呐、啊，要笑什么笑啊？小心笑一下，别见呐！笑一下，奇怪。咖啡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好啦，他怎么样跑出来、啊？你帮我把这个素描全部打光好不好？我现在越打越那个。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在那个伐木区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东西。哦，跳过去，压球会痛。我就想说敲掉，那敲掉。做什么、啊？对啊，那做因为他现在正在大量的砍树，所以我非常累的。我要砍什么？改进一下，就是地上的树苗把它打掉，就每一个都把它打掉，对不对？然后放回去把它打。现在超累个。OK， 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回去动工啦，施工。我希望我跟坏东西能够在11点前把这个地方给铲平。但我觉得这是有点困难。搞定了就累死。但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困难。全部都砍完了吗？砍完了。你说放哪里？我家还在吗？放外面有一个面板那里。你家还在吧？有一面墙。看起来还在。先过去监工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不要啊，这样看就好啦，那么大一栋。没有吧？你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吧，不然大家都不见。他有钥匙，我扁你喽。对啊，你们现在要把树砍掉是不是？已经砍完了。砍完了。啊，都砍完了。他、啊、怎么不让我看一下、啊？老坏家已经砍完了。阿辉龙他家嘞？还在啊。完了。阿卡洛他家嘞？该还健在吧？还健在是不是。哎、欸，全部砍完了、欸，好快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这里也没砍完啊。我想要看那个消失那一瞬间，你们都把它弄完了。难怪刚刚会那个。对，难怪刚刚会那个。瞬间、欸，哇、哦，这地好大，这可以拿盖图书馆都没问题啦、啊。超猛的！我觉得就是把那个旁边那个树叶有没有？我们弄些树叶，然后盖一个就是类似像是遮起来。你要露天图书馆、啊，树叶旁边箱子一大堆，你慢慢拿。你就拿一个树叶那个露天图书馆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见了啦！不用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漂亮啦。你就这样都不要动，然后往上盖就好了。他机器把它弄掉了啦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算了，那我们就盖图书馆好了。看他剩多少。你没有什么东西手动盖啊？旁边卡路家档案不见了。哎呀，他家楼梯不见了是不是，真包真吗？包真在啊，楼梯在啊，楼梯在啊，房子还在吗？房子还在吧？真的吗？没有消失，看起来是在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上面没砍掉，什么上面？哪里有上面？就给他留着啊。浮空的丛林木啊，留着就好啦，没差啦，漂亮，留着就好。有时候哦，就是哦，有装工业模组嘛，这好像没工业模组吧 ？BC 模组没有啦，没有 BC 啊，也没有 IC 也没有啦，对啊。有人说啊，什么东西？总觉得每次都看老皮在挖土哦。嗯，这个嘛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看我吐槽小燕啊，
是不是？边挖边吐槽也是一种乐趣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吧，伟大工程都从挖土开始的，没有一步登天的好吗？所以老师有困难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看一下啊，把这边改造一下。哎，黑咖啡，继续继续挖了，不知不觉挖了五六组，哎，还蛮多的。嘿嘿嘿，黑咖啡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小 M。黑咖啡，你知道我刚刚要做什么东西吗？我哪知道你要做什么？我马上忘了我要做什么、欸。没关系，小 M 没，反正小 M 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、啊。你不是要做那个什么？习惯。大家说，哎，我该干嘛？我忘记我拿牛豆浆要干嘛了。牛奶啊，是用牛奶，然后豆浆浓啊，奶油是不是？奶油啦。是哎、欸。要不然做什么？他要做一个那个。你到底在表达？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你跟我讲。我们要体谅年纪大的人。我找不到、啊、那个啦，什么 heavy cream？ 什么？你说那个什么奶油吗 ？Heavy cream 是什么奶油吗？几号啊？15555。海猫在干嘛？海猫在弄它的伐木啊。这个这是奶霜，这好像没有挖地机吧？嗯、奶霜有啊，有挖矿机啊，奶油挖地机呢、欸？再加那个、啊、我没有挖地机，有挖矿机啊。挖矿机有啊，可是没有挖地机啊。可以做很多啊。挖地机的话，你是说像是 BC 的填充器？对啊，如果填充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挖很多。没有啊，就是重点就是没 BC 啊。对啊，那所以说就没办法。哦，可以这样看，这看可以这样看。挖到死，快挖完了啦，加油啦！请问黑咖啡和吐司长得像吗？应该是不像吧。你干嘛不拿大铁锤敲？铁锤敲速度慢啊，欸、那是铜小铜锤啊。对啊，不是有九格的？没有啊，他那个青铜锤就是啊。我在想到青铜锤，他有青铜锤，要不要把它弄那个黑曜石锤、欸？因为他有点慢。哎、因为他本来就是打那样啊。是啊、喔，没关系啦，加减 YC 啊。完毕啦。要的话，我就再帮你们做个什么？安，大把的锤子啊，不，大把的斧头跟大把铲，大把的钞票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到底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想上厕，我感觉应该想要上厕所吧。好啦，你去啦，我帮你 hold。不是啦，太夸张了。皮弟帮你玩啦，我帮你玩啦。没有，我真的忘记我要做什么。皮弟还有是要做骑师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我就算看了合成表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好啦，你过来一起挖地基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挖神器啊？过来挖地基了啦。哦，我去挖地，我去挖地。你知道我特别问这边挖地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糟糕了，因为我就不想要思考嘛，我想说就是我来挖地就好了，然后就挖三个小时，然后观众就看我挖三个小时，他就说哇老皮好好玩哦，我看到老皮把麦快了，虽然都在挖地，不过还是很想看。对啊，你的地怎么挖成这样啊？就是想要看麦快而已嘛，我知道啦，你们就想要看那些像素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学雅量嘛，像八饼。有那个吗？修理台。啊，修理台啊，你要修理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直接把武器放在物品栏修理，你知道吗？你直接把那个你的武器有没有放在你的身上，然后就把黑曜石放在你的身上，它自己就修理。因为我没有黑曜石啊。那你去、啊、自己去找啊。箱子不是很多吗？箱子里面很多啊。你看这家伙一直挖一直挖，不知道挖什么，挖成这样子，狗啃的。谁那里还有地狱石啊？你怎么挖这样子？我都没有挖工整欸，我都乱挖，都没有计划性的挖法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挖。像这边上还有一站一排，看比赛看挖比较快。对呀、啊，回去看一下老兵那一道墙，这该怎么挖？你那、啊、对，我把它丢进去了，对，我把它丢进去了。你把它挖个正方形的空间出来、我不知道你的范围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就大概挖，哎、欸，感觉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感觉对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为什么会挖跟狗啃，每次挖矿石，然后就往旁边挖。我们另一脚走直线，就哎 L 型，然后没关系啦，跟着感觉走就对了啦。欸、老皮，那个东西放完之后还要空手去 shift 右键它哦， shift 右键它对不对？对，你要把它 lock 住，你要把它锁住。什么东西锁住？哦，你说那把东西锁住是不是？对，把它锁住之后，它东西会拿到零，但是它不会消失。好 ，OK 啊 ，OK 啊。哇，不要说完推面墙啊！小爱先修好自己。都忘了自己要做什么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刚刚一瞬间又忘记我要干嘛了。我觉得要挖矿、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看医生了，真的，这日渐严重哎、欸。阿紫还怎么办？小孩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怎么办？我
银杏已经救不了你啦。这个是银杏已经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关怀老人情，从你我做起。我们要关怀关怀一下老人。中介有，中介我们跟。